有自信心啦，同埋要有爱心咯。当有事发生呢，都已经发生咗啦，其实就唔好嘥时间，我通常就唔会再嘥时间去諗点解佢要发生，諗办法点样由唔好变成好，或者唔好变成零，即正负零，唔使有咩补救咁样，会 enjoy 嗰种成功处理种嗰个感觉啦。呢个经验即挤返喺度，咁我下次遇到同样嘅事我会唔驚囉。唔好怕蚀底，多啲尝试咯，因为所有嘅经验累积翻嚟都系你自己嘅财富嚟嘅，体验同埋感受经验咯。咁其他嘅话，你累积咗越多呢啲咁嘅财富，挑战咗越多嘅难度，对你嚟讲咧，你就会越高层次咯。